好。钟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走起来。我们老穷鬼光临直播间，吃吃马上的有点仓促啊，我没有直接摆狙是因为对方会有近炮，哎，我先拱一个兵，然后选择进狙，你看这个马怎么办啊？这边上这边上，往回退往回龟缩，你看你怎么办？这个马上的很仓促啊，对方这不上马明显有问题，是个错误的走法。你看这个小马就被压制了，什么叫专二阿拉莎呀？欢迎拐开心光临直播间，欢迎沙总光临直播间，欢迎我家兵哥光临直播间。哎，对方要冲兵，我方摆架中炮，准备走个雷公炮雷死他。直播间还差最后一个飞机几张办卡。过个一星了，我们8:40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专二阿勒莎是什么意思？啥叫专二阿勒莎？谢谢 ZY 哥的荧光棒。吃。欢迎我们家随缘自在大哥光临直播间。吃，将军，吃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知道现在神一神二叫专一专一专二啊，我都服了。我没有那个意思啊，我就是说这什么抓二阿拉莎，我是什么意思？吃。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啊，大家把笑当傻子了。啊，一个劲儿跟笑解释专一专二啊。
我知道啊，神医神二改成专一专二了，这还不知道。我们开播的时候直播间剩300个鱼翅，踢个一星儿。今天中午播2个小时，晚上播2个小时，剩了300个鱼，一共剩了300个鱼翅，现在还剩100多个鱼翅，朋友们，2个小时，没过任务啊，朋友们，收了俩飞机。发霉用户54大哥光临直播间，给小妹过个心儿啊。欢迎万福如意大哥光临直播间，谢谢我们家熊猫哥的温暖门卡。直播间剩最后几张办卡，踢个心儿了。将军，朋友们，菜叶哥光临直播间。将军，小巨将这手棋再进一步车，再甩一步。将军，欢迎我们家老超哥光临直播间，欢迎酋长光临直播间，欢迎我们家潘杜大哥光临直播间。将军。哎，对方用弹子炮来摆，这个炮就不能动了。我一退车，把他这一串全吃光就得了。不是开心哥，你真有意思啊！我这直播的你看不着吗？等我下播行不行？欢迎我们家相公舞剑大哥光临直播间。将军，将军。自从那天你离开了我，我的眼泪就没。谢谢我家潘杜大哥的办卡。咱这么来啊，送一个嘛啊，诱导对面拱兵，把我的将露出来啊，对方一旦拱我，我这一退车啊，对方一退士，我这一卡那卡吧啊，对方一拱我一将啊，对方下将我的一吃，这个棋配合我的将。将军。对方如果退士直接砍下将，我直接砍。对方如果这个棋不退士，选择下将，我把这个士吃了。这个棋。吃完了之后，我再用这个车来砍炮。那对方又把马给填上了。现在填已经来不及了。对方一进将，我放100。对方一摆，我放100，就结束了。这个棋送马，这步棋走得非常精彩，看明白扣个66，觉得精彩没有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将军，还剩了最后10分钟了，直播间。